生你好，欢迎搭乘本班飞机，请谨记以下注意事项，以确保你的人身安全及健康。各位所见是一架未装潢过的机舱，蓝色区域是贵宾席，红色区域是一楼学生座位，红色箭头是女生厕所，蓝色箭头是男生厕所，两者并不相通，请千万不要走错。若遇到紧急事故，请依照箭头指示方向疏散。若遇到障碍物阻挡，本班机设有车窗急迫器，位于机内的四个角落。二楼的部分，右手边蓝色区域是学生座位，左手边红色区域是家长座位，请勿越界。以上就是康乐机的介绍，欲了解其他机种，如圣斯机、立德机、体育运动机等，请上台中一中官方网站查询。请勿饮食及吸烟。手机请保持震动或关机。喂，你看，请保持安静。请勿任意离席。哇，陈姐 ，my dear, my boy, 啊 ，I come, 啊 ，Oh my father, you're so handsome, boy, it's my father, awesome, my hero, I love you。颁奖时请勿献花。除颁奖外，请勿开闪光灯。韩哥你，请勿跨越家长学生分隔线。怎么有同学在接电呢？一九延长线，什么？对吧？要是考卷跑完，请勿切电。学你在干嘛？请勿砍树。嗨，同学大家好，先来跟各位介绍服仪的正确穿着方式。首先介绍裤子，裤子各位洗完之后记得把它拉平整，如果可以的话把它烫线，这样看起来会很立体。腰带的部分呢，请记得把腰带系在你的腰上，不要放在书包或者放在脖子上。制服记得把这个扣子扣好，把扣子扣好。平常能够烫的话也是烫线，把它拉平整，拉平整，这样穿起来就会很有精神。看教官这样帅不帅啊？请遵守服仪规定。以上就是安全须知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